因为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想我知道今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 critical year， 因为你刚刚搬过来这边，对吧？所以我想就是资金方面，安利我肯定不麻烦。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实话，你知道我有些钱放在股市里面，现在我要拿出来真的亏很多，因为这几天，尤其这几天股市跌得真的很厉害。